娱乐界向来都是人红是非多，作为当红小花的杨幂肯定是很多人关注的聚焦点。如今的杨幂早已是娱乐圈里炙手可热的小花旦，不仅出演了不少高收视率的电视剧，而且还成立了工作室，当起老板来了。如今她旗下有不少当红小花小鲜肉，比如迪丽热巴、张彬彬等。2014年，杨幂跟刘恺威一起携手走进婚姻的殿堂，婚后不久她便为刘恺威生下女儿小糯米，一家人过得很幸福。杨幂可是娱乐圈少有的好衣品和好气质的女星，从来都是被人模仿的对象，虽然生了孩子仍然像少女一样年轻，可是今天杨幂现身机场却一秒变成了大妈。一向走清纯甜美范的杨幂竟然换了风格，可结果却是丑哭了，衣品直接掉了 N 个档次，这样的杨幂再也不是美少女了。大毛衣配长筒靴实在是不适合杨幂，这样模仿一下子老了十几岁，不仅没有美感，反而有点俗气，嘴唇的颜色更是尴尬。杨幂穿成这样是得罪造型师了吗？这样的杨幂你觉得好看吗？